有朋友说你好久没捡海胆了啊，你能不能捡一个？我这又花了十个大洋啊，买了一个海胆，能不能给十个小红心啊？啊，剪开里面啊，放个鸡蛋就能蒸蛋了啊！有的朋友进来了就给双击了，有的朋友没给，不给也行，加个关注吧。